但是他的内涵、他的气质、他的学养、他的涵养，我感觉啊，是二十年后的萧美琴啊，是三十年后的蔡英文啊。蓝白合，如果不合，肯定会输。伊安尼讲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唔得就安尼好，两边啊，即个啥，会一直求对方台合作。我也无合嘛，我也无合了。即马因遐啊，讲民调做出来，讲哦，已经约到赖清德啊啦，卖甲信道啦，卖甲信道啦。台湾人爱家己有自信啊，信赖台湾，大家才是改变台湾的力量啊！有道理无？哪有迄个未过半啦？卖去甲看迄信道迄面条啦！吼、哦，迄位啊摕到钱就甲你做较好个啊，即票足重要，无你就会看到韩国瑜做院长哦，对无？你得看到马文俊跟你审审建预算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看到大家这啊热情，我实在是足欢喜的，非常感动啦吼。即马应该是真寒呢，别过，水啊。小可落雨吼，但是我感觉大家拢无出食饭啊未？啊，无食，啊，和我同款，无啥水准。安尼我看配分高票当选哦。嘿，饭还未食，吼，啊电视无看，啊，遮寒，搁落雨，雨伞穿咧，雨伞拿咧，我感觉在座各位应该是痟的哦。哦。空空空空哦，但是我感觉台湾会赢，就是因为大家拢空空空空安尼对无？啊，无为着汤，啊，无为着料，对无？现场敢有分便当？无，大家嘛伫个咧，无啥吹者啦，饭还袂食咧了。哦，我六点的节目现场看落，我惊袂赴。好弄偌紧嘞，我咪惊去共下着，啊、哦！但是来看到了，逼场啦，逼场啦，破声吹下啦！哦，真歹势，后壁足侪人拢用徛的，哦，真辛苦。佩芬有水无？我看佩芬是我看过上水的，除了我某以外。佩芬啊，好、哦，佩芬是北一女毕业吧？哈、哦，正要读册，伊是台大法律系、台大政治系双学士学位，一个辅修台大外文系，我先甲吹一下好不好？伊那伊辅修那台大外文系，然后伊辅修一个包括女性的学位哈，然后伊都去读哈佛大学的硕士，我先搁甲吹一下。伊都是美国甘乃迪政府学院的硕士，我先搁吹一下。我请教大家。这个人才要对找，这个人才要对找。我感觉啊，好，歹势也袂讲年纪歹势，伊三十几岁啊啦，这少年这水，但是他的内涵、他的气质、他的学养、他的涵养。我感觉啊，是二十年后的萧美琴啊，是三十年后的蔡英文啊，你有感觉无？
很感动啦，对不？这人才被对出的啊！我讲你中山哦，中山北松山有伊嘛，足福气的啦，无啥水一个啦，有他就幸福啦。你干嘛去讲咩？唔吧，有女德的女性啊，哦。哎，厝的有人有查甫，诶，恁囝还袂娶的无？咱来甲做一下亲情好无？这个是最好的媳妇了啦。好，但先先调翻个讲人咧，好无？谢飞飞，伊啊，咱有一挂邦交国，哈、哦，就伊就是啊，离诺努共和国，不，土瓦鲁啦，咱的国，咱的邦交国，伤济煞袂记的，歹势。土瓦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了。在联合国服务了，这是要带出的，好声甲吹一下啦！咱是倒位一个外交官，我就伫联合国，对不对？这款训练是要带出，啊？点钟啊会嘛找无啦？伊即马就徛咧遮啦。这是咱民进党台湾人的人才，咱来甲招聘啦，好无？对不？哎，伊是客家人哟，你还怎样呢？民进党离台湾客家人挺的比较少啦，对不？客家人愿意要来挺台湾，挺民进党，不想来吹一下啦。这样你，这样你挺多，这样你好。四年前，初试提升啊，啊，但还啊呢，我无讲偌久，尔就收声。四年前，哦。台北市，莫讲台北市，应该是台湾上歹选的区啦。哦，叫做大安区。对民进党来讲，大安区是最艰困的选区。艰困的定义，你知影偌济无？艰困的定义就是讲，民进党提无43%的，拢是艰困。啊，若最艰困，以前可能拢30%尔。哦，但是以初试提升。好、哦，在大安区拜托伊出来选立委，结果创下民进党在大安区历史上最高票纪录，42.3%，跑向甲吹一下。你把民进党在大安区。从过去的7-3，要扭到6-4，现在变42%多，伊的得票7万几票，75000几票，阁赢过以前国民党的蒋乃新，破声阁甲吹一下。我相信，台北市大安区的选民。有眼光的选谢佩芬，会改变，会改变无？谁来讲会改变？哈？我甲你讲啊，会改变就是因为暗时啊落雨，野雨伞穿雨满，唔食暗顿。大家拢空看你家，大家都是改变台湾的英雄啦！破声吹者啊！会改变不是干阿靠蔡英文、赖清德啦，是在座各位啊，对不？
以前讲什么？蓝白合，如果不合，肯定会输。伊安尼讲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唔得就安尼好，两边啊，即个啥？会一直求对方台合作，我也无喊嘛，我也无喊了。即嘛，因遐啊，讲民调做出来，讲哦，已经约到赖清德啊啦。请问你要甲信吗？卖甲信到啦，卖甲信到啦！台湾人爱家己有自信啦，信赖台湾，好想推荐信赖台湾啦。为什么信赖台湾？那么爱有一个根据对无？我甲大家讲，70年前的台湾，迄阵用无党籍选。哦，吴三连、柯世贤，台支持台湾的选票才5%尔啊！但是到个党外时代，以前也无党籍，甲含蒋介石拼，拢冒着生命的危险嘛。到个党外时代，摕到15%，到个民进党1986年成立，摕到30%。阿扁啊，2000年选总统，摕到40%。阿扁啊，2004年连任，摕到50%，过半普选出去。小英总统，第一遍调一年，2016年，摕到56%，普选阁吹出去。小英选连任，摕到57%，普选阁吹出去。对5%、15%、30%、40%、50%、57%，是安怎来的？就是因为在座各位啊，普选吹出去啦，大家才是改变台湾的力量啊！有道理无？哪有迄个未过半啦？卖去甲看迄信道迄面条啦！吼、哦，迄位啊摕到钱就甲你做较好个呀！吼、哦，我甲你讲哦，今仔个股市几点？17400点。马英九交予小英总统8000点。即马17000几点，马英九迄阵要破万点，拢无落破。香港2018年33000几点，迄阵2018年5年前赢台湾22000点。即马5年后，即马香港输予台湾，破声吹出来。小英做总统，股市的市值总市值。27.2兆，今仔日54.9兆，破相阁吹出，加出来27条外，难道迄毋是台湾的财富吗？迄毋是小英的政绩吗？所以我甲大家讲啊，讲啥物民进党无人才，无影，爱信赖台湾。人才你倒位？人才你谢佩芬啦、啊，把他送进立法院好不好？这票最重要，无你就会看到韩国瑜做院长哦，对不？你就会看到马文俊跟你审审建预算哦。好、哦，时间到，我伫这要甲大家拜托，好、哦，改变台湾。是大家的站出来的力量，各位才是台湾的英雄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